时隐立世，此生不作乐，不娶妻，不反尘世，不戴皇冠，终生侍奉神明。婴儿，为师将正式为你戴冠授印，日后你便是我九夷山少司令。在下赤足郡主朱颜，从今日起你便是我的师父了。随我修行会很孤独，以前山谷里师父一个人会孤零零的，不过从现在开始就由我一直陪着师父了。朱颜出事了。你是何人？空放少司令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阴阳机会，琉璃化现，果然是命劫在心。你为了他连命都不要，你该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？你已动了尘心，若朱颜还纠缠不休，为师可以帮你出手。我不想成为一个杀徒的恶师。你我师徒二人的情分到此为止。喂，他到底是做错了什么？你只会愚弄我，看不起我，我恨你。归邪升起，护空桑，海王必须死。预言说归邪会灭亡空桑，可天意难测。住口！你为何宁可相信预言却不相信我？预言一定会成真。是你杀死了我的阿月。你就这么爱他吗？我要杀了你！言儿，我死了你会难过吗？